全部啲政府咪標位都一定係用八達通，所以你冇張八達通，你根本都拍唔到車。好多時為咗避免塞車啊，同埋方便都會用界二通個服務啦。咁就唔使揾散紙啊，其他嘢。梁子榮係葵青區區議員，同好多香港人一樣，每日會用八達通、信用卡同手提電話，又參加好多會員優惠計劃。不過從冇諗過自己申請呢啲服務所提供嘅個人資料，竟然會變成其他公司嘅生財工具。資料原來可以係去出售啊，甚至係可以係同其他公司去合作，去聯營一啲嘅其他唔同嘅業務，去即係增加佢個消費額，同埋可以係即係變咗一個合作形式去將我哋嘅個人資料係俾咗另一間公司啦。可以用任何模式，從錢嘅角度嚟講，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利潤翻翻嚟，係八達通呢間公司咧係可以賺好多錢。即係市民係完全係一個大驚訝，今次係扣錯錢嗰度，但係而家都仲未覆到你。舊年佢收到街坊投訴八達通扣錯錢，喺追討過程中發現八達通公司涉嫌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今年五月，佢向私隐专员公署投诉。我再复翻你好唔好？八达通公司嘅强调唔会出售客户嘅资料俾其他公司。陈碧华总裁咧，咁有议员认为陈碧华大话连篇，应该负责。八达通公司喺私隐专员公署对佢哋展开聆讯嘅前夕，宣布唔会再向第三者提供客户资料做市场推广。我哋系当时系睇咧，就系话将嗰啲资料咧就咁卖咗出去，而冇同嗰个商户咧去有一啲咁合约性嘅规范，同埋点样样去处理啲资料嘅范围去做。咁嗰個咧係我哋一個嘅，即係我哋睇嗰件事係咁樣睇法，而我哋係冇將嗰啲資料咧隨便咁就去賣俾其他啲人。強烈要求港鐵公司係將嗰4400多萬係回翻俾呢個八達通卡嘅持有人。八達通公司首次披露，另外四間接收過佢哋客户資料嘅公司，包括係保險公司 AIA 同埋。當初知道八達通即係將我哋日常會員嘅資料咧，就即係轉售咗出去嘅時候咧，咁其實有留意翻嘅，佢講其中兩間保險公司咧，咁原來發覺自己係有幫襯過嘅。黃永傑自認係精明消費者，為咗享受購物優惠。過去幾年，佢申請咗20-30張會員卡，8-9張信用卡。不過佢一直冇遺意，自己嘅資料原來已經輾轉落入其他公司手上。以往即係純粹諗住係即係攞佢哋嘅優惠咁啫，咁即係覺得原來自己都好識去賺盡嗰啲優惠。咁但係反而而家即係諗翻原來自己係蝕咗好多嘢俾人聽。我哋叫做一啲叫數據分析，或者因為我哋叫 data mining 啦，其實係非常之流行，唔單止喺銀行業裏面啦，你講電信啊，或者各行各業裏面，我哋都應用緊好大量嘅數字去尋求呢啲數字俾到啲乜嘢嘅商機俾我哋嘅。每一間嘅公司咧，係一定有一個電腦系統係記錄低佢同客人之間嘅一個咁嘅交易。咁資料越嚟越多咧，佢對個客人嘅理解咧，亦越嚟越多，所以佢就可以判斷到咧邊一個時間係買啲乜嘢產品，俾邊一類型嘅顧客咧，成功嘅機會最大。劉教授指出，過去十幾年呢一種針對特定客户用電話、電郵做推銷嘅手法，比起用電視、報章呢一類傳統媒體嘅廣告，成本低、效益高。喺咁嘅情況下，個人資料當然有價有市。除了八達通，銀行亦都係被發現有將客户嘅資料賣俾第二間公司啊。金管局調查，四大行業係有最大量嘅數據庫嘅，銀行、電信、零售、保險都係一個好龐大嘅數據庫啦。裏邊佢係有好多商業嘅空間嘅。好似銀行咁先啦。咁銀行其實原本咧，一定係有個系統了解曬嗰啲客友咧存款啊、信用卡嘅消費係大約嘅模式係點啊、儲存量。
咁佢話我除咗賣傳統嘅產品之外咧，我原來仲可以幫助咧係保險公司啦，或者嗰啲基金公司啦，係賣呢啲產品俾銀行嘅顧客。咁所以咧，佢哋就開始咧就根據個顧客有錢㗎，可能我就買基金；如果佢有保險嘅需求嘅，我就買保險。咁銀行咧，其實就會係賺一個佣金，就係嚟自呢啲保險啊或者基金嘅。咁而呢啲推廣活動咧，你見到個成果㗎。你見到你話銀行好似零售銀行裏面一年你話賺幾多個億啊？其實好大部分都嚟自呢啲基金，嚟自啲保險嘅買賣。而咧係有信用卡嘅一個優惠帶翻俾你專享，同埋陳小姐現時可以喺你張尾掃一出。我哋公司而家咧係做緊一個最新嗰個低息卡數嘅銀行或者同舉例即係保險公司裏邊咧嗰啲合作嘅模式啦，都係有三個唔同嘅模式嘅。第一個咧就話保險公司話俾呢個銀行聽，我需要針對邊一類型嘅顧客，咁銀行就喺自己個數據庫裏邊咧就將呢啲名單就揾咗出嚟，揾咗出嚟之後咧就銀行用翻佢哋自己嘅電話營銷中心咧，係打電話去推廣呢啲保險咧，係俾個即係顧客嘅。咁樣咧，嗰啲資料係唔會外泄嘅。第二個方法咧，就係銀行咧，就因為冇咁多人手，佢將呢啲名單咧就轉俾一個獨立嘅一個我哋叫做 call centre。咁由呢個 call centre 咧就直接去 contact 個顧客咧，就係推廣呢啲保險俾嗰啲顧客。第三個形式咧就係而家我哋講緊八達通嗰形式，就係話咧可能好似八達通裏面嚟講咧，可能佢自己真係冇 call centre 嘅，咁咧佢就索性最簡單啦，就直情將個名單轉俾嗰個商户，即係例如話保險公司，由商户嗰個 call centre 咧係直接咧係打電話聯絡個顧客，咁佢賣嗰時咧就唔會用保險公司嘅名嘅，就會用翻嚟話我係八達通公司，我有啲產品咧係要推廣俾你。八达通事件令市民关注到企业原来一直用取巧的方式，在客户不为意的情况下拿到他们的授权，将个人资料转给第三方。最近由政党进行的调查显示，九家银行的信用卡申请表用的字体最大只是得两毫米。这些入面的条文是比一毫子入面的字还更加小，即是怎样令到即是人真的邊度有心機再睇，或者係真係好落力、好認真去睇入邊啲條文，去保障自己咧。咁當中我睇到其中一條就係佢都會話將嗰啲嘅個人資料係轉移俾佢嗰啲嘅聯營公司啊，有咁嘅以下推銷用途。咁但係嗰、那個聯營公司嘅定義係點樣咧？咁呢度又冇實際去講俾你聽。咁點解即係呢啲公司係用咁細嘅字去寫呢啲轉移嘅條款咧？就因為我哋係透過呢啲資料轉移咧，可以為呢啲公司咧帶嚟一個佣金上嘅收入。咁變咗咧，佢哋有少少咧係想隱瞞呢件咁嘅事情，所以就盡量咧就唔講，就話我可以透過你嘅資料去賺錢啦。佢絕對唔會講呢樣嘢。咁變成咧，佢哋用一個合法，但是不是很合情理的方法，好像是騙了消費者的那個授權。資料方面是轉移到第三者的話，而所謂第三者那個資料使用者又沒有很明確地樣是去列明何為第三者的話，更加呢在這個授權簽署的方面呢，其實當事人來講是有一點覺得是我相信不是太公平，不是太合理的。極端的例子就是任何其他第三者公司，等於其實就完全是沒有界定資料究竟去了哪裡。其實是一早就知道那些銀行或者八達通很多企業裏面那些轉移的條款是很小的字的，但是呢這個私隱專員裏面從來沒有公開是要求這些這樣的企業是改變這種做法。咁所以有時咧，個市民就會覺得咧，呢啲都係官商勾結嘅一個，即係對政府嚟講，唔係一件好嘅事情啦。香港而家嘅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喺15年前制定，私隱專員公署喺2007年曾經提交50多項建議俾政府，當中將非法泄露私隱行為刑事化，賦予公署檢控權等，政府並冇接納。去年公众咨询期完结之后，政府一直未有公布结果。
嗰間機構嘅客户資料咧，其實係佢哋最大嘅財產嚟。咁所以佢哋都盡量會喺即係法律容許嘅空間底下咧，去謀取最大嘅利益。咁嚟到今日，當大家見到嗰個私隱嘅外泄已經完全超出咗大家以前想像嗰個程度，已經唔再係話即係一啲唔好嘅員工離職嘅時候將啲資料帶走，或者係純粹一啲意外，而係話成間公司一個即係機構結構性嘅一個問題，係啲機構本身參與喺裏面嘅時候，咁變咗大家就可能會好清楚知道就係、是，原來唔得喎，可能個監管真係唔足夠。譚偉基間公司專門因應唔同國家嘅法例，幫客户設計軟件，防止公司嘅業務活動觸犯私隱嘅法例。他說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在保護個人資料方面法例不夠嚴謹，跟不上社會發展。在台灣呢，就除了個資法之外呢，是另外還有一個是金融的法例呢，是監管所有的電子貨幣，包括了信用卡，包括了八達通這一類他們叫悠遊卡的一些的付款工具，你是不可以將資料做任何的轉讓，這個是很清晰，是已經即係白紙黑字嘅，基本上即係冇得再去斟酌嘅餘地，好清楚咁界定邊係一啲需要保護嘅資料啦，一啲嘅病歷啊，一啲嘅即係犯罪資料等等，係一啲係健康嘅資料，例如你食緊啲咩藥啊，有啲咩健康嘅問題啊，咁呢啲咧亦都係非常之保密嘅。咁如果係一啲非專業人士去問你攞嘅時候咧，這個地方咧係仲特別小心，因為咧佢係不受咧一啲叫專業守則同埋一啲法例嘅保障嘅。最近有连锁式药房推出折扣卡，申请人要提供好多属于个人私隐的敏感资料。执业药剂师协会就担心，由于法例没有规定药房要由药剂师经营，将来会不会出现类似八达通转移客户资料的事件，亦都话不定。其实是有一些风气 是出现的，而是对于消费者是有害的。政府是要采取一个比较主动性的跟业界商量，亦都如果是有需要的就是收紧一些法例。在药房那方面的亦都是有一些所谓叫做私隐的买卖啊、转让啊，这些这样的生意其实应该药房都不应该 有一个即、就是有一个机会去做的。我们会尽快，我希望呢我们今年能够争取到呢，在今年十月份、十一月份咁左右嘅時間咧，可以攞出嚟咧，就進一步俾大家討論點樣去優化整個私隱條例嘅。八達通事件曝光一個月之後，私隱專員公署發信俾金管局、電信管理局、保險業監理處，提醒各行業要依足法例處理客户個人資料。下个月仲会公布新的跨行业直销指引，引发直销商好大回响。Well, in our world, the word sold is never there because that's just factually inaccurate. It's just completely and totally false and wrong. So in our world, the data is shared in exchange for a fee. The data is rarely actually transferred. It's shared.So in many cases, it's shared with an approved call center or other third-party provider. Well, I think that the customer indirectly shares in the revenue. The companies that use this business model use the income that they generate from that to lower their overall expenses, which eventually gets passed on to the consumer. So they already indirectly share. In the newspapers, we constantly hear the word sold. We hear the data was sold.People sold the data, so on and so forth.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no one ever sold any data. This business model is a worldwide, generally accepted model, and if you wanted to use a correct analogy, you would have said that the data was rented. 我哋冇呢个概念噶嘛，冇呢个分享。咩叫分享咧？即系我哋条例方面冇呢个定义啊，完全冇呢个咁嘅名词出现咗噶嘛。咁變咗即係一個新嘅一個概念，就冇辦法套用喺我哋呢個條例裏面嘅執行方面。以往都係用一個咁嘅模式，係去提供一個文件俾當事人簽署咧，咁亦都唔等於係正確啊。只不過以往係當事人採取一個比較寬鬆嘅處理方式，冇將事件係帶出嚟投訴，咁就另計啦。直接賠償，直接賠償，立刻回水，立刻回水。每一日都接到好多呢啲咁嘅
黄永杰话：自己因为信任八达通公司参加日日上计划，在不违意的情况下，他的个人资料被转移去其他公司，于是以情感受到伤害为理由，用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66条控告八达通公司，要求赔偿50元。而家有咁多事件，即系曝光咗之后，咁啊，原来发觉原来自己个人即系嗰个私隐系咁值钱，即系原来系即系可能会被周围去转售啊咁样样。咁但我又觉得有时啲嘢又无可避免，即系除非你自己你咩资料都唔俾人哋，咩都唔申请嘅啫。如果唔系，否则你嘅资料其实难免会俾人去咁样用。咁其实唯有嘅寄望，将来可能一啲嘅政策啦，可唔可以系可以喺个人私隐嗰度咧，就即系保障我哋消费者多啲咯。你话共享好，共用好，最紧要咧就系你搜集呢个资料嗰阵咧，你有冇明确话俾人听嗰个用途系啲乜嘢？表面证据不足就。庄耀光认为，企业可以从所谓分享客户资料之中取利，问题所在是法例有缺失。他对于政府一直强调的在保障个人权利和社会经济发展两者之间要取得平衡的原则并不认同。那些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对这个条例的任何修改都不应该削弱香港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率的。咁所以你咪变咗好难去加强个监管咯，咁亦都睇到政府系冇心去做咯。私隐专员咧，佢就建议咧就话，嗱以后咁啦，你如果咧就要将啲资料咁样转移啊，又爱嚟卖啊，爱嚟做直销啊，咁你咧就好明确咁写清楚，譬如俾人哋 tag 话啊，我可以俾你爱嚟做宣传嘅用途，好啦，咁但呢一个咁嘅建议咧，就喺旧年嘅咨询文件咧，就政府就摆喺不予跟进嗰度嘅。We did have a meeting with the new privacy commissioner, and he said that they are working on a proposed new guidelines. He said there won't be any changes to the law. It'll simply be fine-tuning the existing guidelin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what I think is really interesting is that, A, this was not started by a consumer complaint. Let's not forget that. B,There's been no groundswell of consumers who are up in arms and revolting and storming the gates of the banks and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he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saying, we need our privacy protected. No. At this point, this is strictly a political situation, in our view. 维护个人私隐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亦都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现实世界里面，商业机构将客户资料视为生财工具，制造商机。人权和商业利益两者之间是否可以取得平衡呢？个人资料的私隐的保障呢，永远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平衡的一个运作来的，是吧？即是在一方面来讲呢，我们是有一个要关注的一个人权，可以说是就是保障个人资料私隐啦。另一方面就当然就是商业运作啊，或者机构的日常运作，亦都希望是达到一个是方便啊、快捷啊咁样。但是最后我哋公署嚟讲呢，亦都要做一个公平的一个平衡啊，能够将两边的一个大家的关注呢是要是考虑做一个公正的一个平衡。其实呢，好多时当我哋话私隱好緊要嘅，不過咧，我哋都要平衡其他利益。咁政府好多時呢個講法咧，就即係話其實咧個權利就唔使咁重視噶啦，我哋要照顧好多權利，譬如商業啊、商家嘅利益啊等等。咁喺咁樣嘅平衡底下咧，好多權利就冇咗噶啦。咁但係私隱公署咧，佢咧就要企硬喺保障私隱嘅立場咯。私隱係我哋嘅人權之一。即是人呢有不被骚扰的权利。咁一个地方佢对人权有几尊重啊，反映到佢私隐呢方面有几尊重，就睇下佢法律嗰个规范呢嗰个有几多。AutoTo 佢核下都有啲保险嘅计划，咁我问佢可唔可以报个价关于第三保，咁我一讲个车牌俾佢，佢就已经系知道晒我嘅个人资料啊，即係俾我睇到就我加入咗呢個駕二通 AutoTo 之後呢，
佢如果係有一啲自己有經營其他業務嘅公司，基本上就已經係將所有資料係轉移曬俾佢核下嗰啲嘅保險公司。咁就算係我過隧道，其實而家用駕易通咧，個人嘅行蹤已經係透過呢啲嘅電子交易嘅平台咧，已經係知道曬咯。而家感覺即係我每一分每一秒嗰個行蹤，可以真係如果有啲人係有心係想知道我去邊度嘅話，基本上好多途徑已經揾到我嘅行蹤喺邊度，即係每一分每一秒我做嘅任何嘢都記錄曬咯，好似係即係冇著衫嘅感覺，即係毫無私隱啊！所有嘢都已經係俾人揭露曬。政府真係有幾多誠意呢？仲要睇下佢幾個月之後推出個建議咧，究竟落實到公署有幾多建議先知道。跟住落嚟揾嘅系名人厨房。悠长暑假，小朋友学游水、读英文唔出奇，佢哋居然研习同背诵传统古籍。小天上年纪轻轻读《论语》，大学向万世师表学习做人道理。千古圣贤之道，有几多可以在今日生活实践到？手机铿锵集，下星期日晚7:35，翡翠台。